是米跟盐而已啊，然后发酵。啊，真的很有差，口感有差。有。我都会把它挑新鲜的，这个人想说趁你们来之前不是切好，现在来不及。不用。全部都可以。对。很天然的味道。那这样子要腌多久？抓一抓就好。抓一抓就好了。就会比较鲜一点，也不用放酱油哦。有哦，就是花多一点，很香。嗯，它本身就有味道。对啊。就是我觉得什么油都要吃一点点啊，轮流用，对，所以就没有。给它收拾一下。